眼前这位老人精神矍铄，身体硬朗，九十四岁高龄，每天依然在院子里侍弄蔬菜花草。他就是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、金华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、浙江省东阳市政协原副主席吴兆宁。近日，记者来到吴兆宁家中，对着镜头，这位老人打开了话匣子：“我是出生在南京，一九二九年，高中毕业以后。” 原来已经考上那个医学院，就是有几个要好的同学，他们没有考上学校，所以那些同学在鼓动我陪他们去考那个学校。一九四八年，吴兆宁成为黄埔军校第二十三期炮兵科学员。黄埔军校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学校。 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，被誉为“将帅摇篮”。谈及军校生活，吴兆宁对当时艰苦的学习环境印象深刻。呃，四八年年底到成都的，我是分分科的炮炮兵，三年的课是一年把它学完，那多紧张啊！就是那个就是吃不饱，呵呵吃不饱，啊，肚子饿饿饿得慌啊！就算是大米。 早上没稀饭吃，肉是大概一个礼拜一次，有时有不多，嗯，啊比较，啊比士兵要好一些了。随着解放战争的浪潮席卷全国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，黄埔军校师生及教导团近两三千人在迁校途中宣布起义。起义后，吴兆宁被编入解放军十八军团六十军教导团，随后又参加了修筑成渝铁路工程。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吴兆宁积极申请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。五一年的三四月份，第五次战役，参加第五次战役，一直打到三七线附近那后来有一天，刚好我们要吃饭都烧好了，突然来命令，叫我们返回上宁往回走。 后来，现在才知道我们被包围了，所以那段时间艰苦，大概有将近半个多月过封数线，七天七夜，天下雨又过封锁线，哦、oh,，那那那个十十多天时间的什么都没有。 炮弹也没有了，吃的也没有了，我们就是听听命令了，他们牺牲掉了。啊，啊不听、啊。谈起那些峥嵘岁月和牺牲的战友，吴兆宁不禁哽咽，他感叹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。 一九五四年，吴兆宁返回东阳老家务农、教书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，吴兆宁先后担任东阳市政协副主席、组统会主任、台胞台属联谊会,会会长等职。工作期间，吴兆宁多次赴台，联谊海内外黄埔校友，重续黄埔情，为两岸交流合作、民间往来积极奔走。八四年我五五十五岁了，到政协。 除了完成自己本职工作以后，我搞了一个黄埔同学会，还有台胞台胞联谊会。八七年我刚好是，我们那个台胞联谊会已经成立，我是会长，所以接待的是老乡回来。吴兆宁坦陈，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两岸统一。 这也是他所理解的黄埔精神的核心——爱国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我现在也人看到两岸的统一嘛，就活到那天就好了嘛。黄埔精神主要是爱国，啊，他们那个要统一、统一国家而奋斗，奋斗到底。嗯